走出户外，来到了高雄石泉果菜市场。为什么要到这里呢？因为今天晚上韩国瑜他不忘他的初衷，他是什么？他是个卖菜贩。所以呢，在今天的时候，他来到了果菜市场，就在我旁边这栋大楼。目前在这上面，在上面做什么呢？等一下要准备要在这地方就寝了。凌晨三点钟，他要跟着所有的这些菜农们一起在这果菜市场了解高雄的果菜是怎么行销、怎么运输的。不过在今天早上的高雄爱河，你从那高雄的场景当中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风光的那一面。最主要呢，韩国瑜他说要让春天进到那高雄，余光中所说的，他引述了这句话。我们来看看今天早上韩国瑜在这就职的现场讲了些什么。我们用200多天的时间，可以说轰动了北部，轰动了全台湾，甚至轰动了全世界的华人。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年的风水轮流转，即改要转到我们高雄人当家做主，作为全世界华人的焦点，对不对？我们看着呢，高雄在今天的时候呢，满满的人潮，所以昨天的爱河旁边满满的商机。你有没有注意到，人进来了，商机也进来，货也出去了，高雄要发大财了，对不对？对。但刘盖森啊，有人就在酸啦，说：“哎呦，怎么高雄有个皇帝要登基啦？”卖公公遐有诶无诶啦，对不对？有，互你总开200多万啦，哦，有诶关系你甲看卖啊，干那跨年晚会请一个影星来的几百万啦，对不对？有，昨天有去爱河无？你甲看规条爱河这2-3日拖完开始排。每一个行在河边的高雄市民，面带灿烂的笑容，脚踏着快乐的脚步，站伫个停伫个车红灯徛后倒摆，空气遐尼啊歹，伊着同款微微啊笑，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因感受到高雄的新希望，过去是悲哀的愿望，今仔日高雄变作快乐的出棚，对不？整个高雄都活起来了，开200-300万啊，比你一个跨年晚会较俗，啊，就当么算来算去，哈，讲什么亲像皇帝同款，今仔日韩国如会当安尼啦，甲看卖诶，就是头一日，苦民所苦，低级人低级所以人，会当来到这个果菜市场，咱这所有的凡夫走卒打产卖菜，伫菜市啊，这个拖贩。拢总卖货，就对这开始，唔是安尼了哦。即马唔是干那高雄的货要处理呢，全台湾的货，包括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遐农渔产品，韩国瑜嘛拢愿意替因倒卖，对不对？对。安尼有风度无？有。有北辰无？安尼有赞无？所以这就是高雄带来新希望。参阮台南唔是阮台南的市长含伊是无共党诶。我正月初三我就讲过啊，我要带一桶，我即马讲国语吼，北京甲听有啦。我1月3号要带一个团，要去卖农渔产品。嗯，但这些农渔民呢，都来自哪里？来自哪里？高雄的多，哦。有屏东的，有台南的。台南不是也有渔翁吗？有。那台南不是有很多农产品吗？今年不是有一个果农，他种了50公顷，对，那个林玉，他亏了1000多万呐、啊，为什么？卖不出去，一个货柜他都没有外销，所以我刚刚跟韩总讲，因为他现在就职，百废待举啊，没时间呐、啊，但是我了解呢，我的过去都已经有建立一个平台。我就带这些果农，我叫你叫他们来。嗯，我们先拿个100个货柜的订单给他，这样他今年就不会亏。为什么？因为今年亏那么多，他上个月打电话给我说，明年啊，他1月15就开始采收了，就1月中下旬，我们的凤梨就开始成熟了。嗯，那一直会到年底，
那如果不事先去接好这个订单，安尼也真艰苦。每年啊，各有了一千万，伊绝对破产的啦，对不？对。所以韩总也做无到，两届啊做来倒，安尼好。啊，我等你哦，我这样，我爱个公公我北京听。我们去拿到了订单，回来开个记者会，让所有的这些果农、菜农有信心。哎，我们这个九二共识，事实上是可以帮助到两岸和平的交流，帮助到我们这些农渔民，对不对？但刘干生啊，啊，你没把黄伟哲放在眼里，他可是台南市长哎。哎呦，哎哎，我这个时候啊，这个中央可是民进党执政呢。这个时候，难不成绿这个蔡英文、民进党总统来帮这个国民党的韩国瑜啊？哎，我跟你讲哦，九二共识哦，政治归政治，我们拼经济归拼经济，对不对？九二共识，咱也无讲一寡有诶无诶啊？哎，九二共识，恁听有无？啊，着大家做好朋友，互相卖蹊跷。啊！你人来，给我赚钱，我回去，有哪给我赚钱？来来去去，拢我拢要赚钱啊，对不对？安尼就叫做九二共识啊，是安那？你你蔡英文要搞阮，哎、欸，要搞阮这基层的民众搞阮徛？啊，蔡总统说方向是正确的，他听无九二共识啊。我跟你讲哦，卖讲九二共识，韩国瑜不分党派呢。伊干阿即马今阿就职，你敢知影？今阿开始算钱，到十一月二四动算了后，十一月二五开始。哎、欸，蔡总统不是推动南向吗？对啊。你敢知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包括菲律宾、越南、泰国观光客，这一个月来偌济？偌济？有够济，济到我无法度人拗。哎、欸，尤其干阿这新加坡、甲印尼的来高雄看了，一个半工呢。你到位来新，新加坡，你看麦啊！啊啊！有印尼的无啦？印尼的无？菲律宾的无？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有缘的，等一下。你来想看麦，干那这一个月啦吼。嗯。新加坡、印尼才来台来高雄，搁去台南特别看我的，我就接有够多啊。嗯，所以咱就知影，韩国瑜已经帮蔡总统落实了南向政策。嗯，所以在这个时候，高雄的货要销出去，台南的货也要跟着韩国瑜出去喽。对，所以黄伟哲一定没紧张，他也已经表达善意，嗯，愿意跟韩总合作，甲拍破者吼，对不？所以他愿意跟韩总合作啊，为什么？你总袂使看到高雄的农渔民咧趁钱，啊，台南的农渔民也无钱通趁，减了钱，四冬后我看伊免算啦，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刘开生有人讲出来了，莫安尼啦，恁是来做无天良的，人今仔日甲就职第一日，你就要叫人算市长？好，刘干生，那看来这个时候，台南、高雄、屏东都要合作啦。会，就不分党派啦。事实上，民以食为天啦，大家都无钱能赚，大家就吃呀啦，对不对？对哦，大家得地啊啦，地有爸爸卖地房子，出门就轻松，对不对？嗯，兼欢喜，对不？好，来阿豪，麦克风要交给阿豪了。阿豪，那个。高雄人的心声，你之前说这个一个月只能赚到450块钱，现在这个时候你看到的韩国瑜上了市长的位置了，现在这时候高雄要发大财了，市民现在这个时候跟着韩国瑜走，真的就要发财了。我现在说说哦，昨天晚上大家听得到我现在哦破声，我昨天晚上哦就在你吵声了，对，哎，我长在爱河一边呀哦，这等点钟的直播啊，我的。叫手机啊，客吼，一直翕，一直问，对家人一直到屏东、宜花东，全部拢有人来咱高雄佚佗，这就是人进的来。咱高雄这即卖这120单，涨掉120单哦，结果这120单，大家拢赚八八。有个人哦，咱讲咱的信任哥好啊，听讲啊吼，因为我阿伯答问啦吼，听讲伊涨啊卖水卖几啊万杯啊，所以这就是咱全台湾的人拢靠来咱高雄这边家来佚佗。但是还好。
杏仁哥昨天赚那么多，可是问题绿营的现在这个时候却眼红啦，他们这个时候开始要给这个韩国瑜穿小鞋啦。不要紧啊，因为咱高雄的市民大家拢看得到，张伟谁爱喝亚秋诶？伟谁爱喝无？大家伟谁爱喝无？你看，咱家所有的人拢伟谁爱喝？嗯。哦，拍谁啊？迄个，因为咱遮，你看咱遮遐侪民众，大家拢有去西海河啊，大家拢有开着钱。昨我也有拄着北京，也有拄着上海的，咱看到的就是全部的人拢伫卖啊，包括今日下仔啊。我七点半的时阵就伫现场，我六点啊倒去睏啊，七点半我一定伫现场遐。韩国瑜的船起来的时阵，所有的人全部拢挖过，大家遐经济拢炒好起来。这民进党佫讲啥物，拢无咱。市民目睭亲眼所看到，遐尼啊真，遐尼啊现实，对不对？对。所以哦，嘿，即摆高雄的经济啊，咱啊，只要问高雄的市民拢知影，不管是中华路夜市啊，还是咱顶头节目内底有去的基丁啊，哦，叶尔新崛江，哦，蛤蟆新一平啊，只要节目行有到位的所在，经济全部拢有改变，全部拢变好，人潮拢有变多，所以即摆嘛，阁有继续其他的夜市啊，拢希望讲咱会当去过一平遐来替因哦带来新的人潮入来。嗯，但是。阿豪，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可是果菜市场哎！果菜市场营业的时间是凌晨三点才开始，但是现在这时候已经十点钟，满满的人潮就在这果菜市场，这里可不是夜市哎！我才多少点来的时阵吼，我嘛做直播，咱边啊去摆下吼，新的国鱼夜市啊吼，咱的新国鱼夜市十全分店吼，在这边家又开张了。咱看到就是人民和咱当初是伫洪水的第一场相共，后壁拢车，但是这边的单位只客满满，全部拢是人。嗯，咱所看到的就是这的人民一定甘愿把咱底下钱摕出来开，外地的人嘛拢会当入来甲吃。即摆伫十全果菜市场这边无唔对，只下早三点啊开始，但是这边上的热情。北苏那群 A 波的三点，嗯，对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时候的果菜市场满满的人潮在这个地方啊。对啊，但重点是韩市长他现在这时候今天晚上就要睡在这果菜市场了。我相信哦，现在这边很多群众哦，大概跟我心态都一样啊。今日市场要困难吃，阿咱要困难对。哦，今日要困难吃。太谁啊？因为我那喉无声吼，一点话未出来啊。好，所以美雅玉啊，看到没？高雄的人潮，高雄的人气，现在这时候你怎么拿着这钢盐喷来啦？对，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们韩总啊，他在那个去北农之前，他曾经当过我们的军人呢。嗯，然后你们知道，所以今天呢，特别帮我们的韩总准备，韩市长准备一个那里被困的、被困难的果菜市长，这吼钢杯啦哈，阿哥五牙刷。歌舞的肥皂，哦，这个整套的道具哦。可是不对啊，绿媒他们都说韩市长现在好像是皇帝登基一般，今天高雄就是做的这么样的风光的一个市长的这个爱河的这样的一个登基的活动，哎，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酸到底啦。是啊，立刚你知道吗？我刚才啊在现场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哦，她等了大概八个小时，说就是要那个跟我们的韩市长哦，就是要跟他加个油。她说现在怎么民进党啊，一看到我们的韩国瑜哦，现在呢越来越受大家喜欢，而且一直在帮高雄拼经济。他们现在觉得说，哎呦，安内金价就落贵，因为高雄关哦，民进党之前外久33年，啊，伫咱关高。中期之前多久？20年，结果即马吼经济，大家拢讲足无好诶。啊，毋过韩国愈起来，你看有甲咱的经济有带动起来无？立刚哥，哇！立刚，你人潮都来了，你知道吗？你今天看到这样的人哦。嗯。我们现在是晚上几点？现在已经是10:09了。十点多，对不对？啊，你刚怎样？其实长得爱和笑，哎不。下晡两点透日头遐尼热的时阵，你敢知影？现场已经是人差差差，所以我们的人潮进来高雄了没有？有。而且
今天重点是礼拜二，明天还要上班上课。昨天的话是礼拜一，这么多的人潮进到了高雄了。对，所以啊，本来哈，韩市长哈，一共一席几的北菜郎，一共一北当忘本，所以哦，他说他当选的就职的第一个晚上要住在哪里？住在我们果菜市场。然后呢，我今天一到现场的时候，居然有那个阿伯啊跟我说流着眼泪哦，还有那个妈妈，一共已经这样唔捌看过吼，叫你活了这么多年，没有看到过吼一个政治人物说到做到，咱搞韩国瑜市长拍棚啊一个好吗？哦，有赞哦。说到做到，李佳怡公好被把这个人带进来。你知道那个民进党现在在骂韩国瑜说：“哎呦，你这个登基大典搞得好像什么皇帝登基，各位乡亲呐，市政府编一个98万的预算，其他吼无搞的拢是韩市长一家己自掏腰包。而且你知道这些摊商来摆啊，摊商都是自动自发过来的，带动高雄多少的观光人才？你家的刚怎样？除了观光人潮带进来以外，你知道这次哦，韩市长的就职，竟然世界各国。”一挂好嘢，人个大头家因吼拢咧找要投资的店啦。本来以前吼拢看咱高雄，以前都是猪，都是瘦。对哦，咱高雄市你若去街仔头看卖一下，四个拢是猪，拢是瘦。高雄的景气愈来愈歹，啊，唔过吼你敢知影？真嘛，偌济好嘢人拢讲哦，要来咱高雄吼，要来投资开工厂啦，或是盖一些什么观光工厂，因为他们看好了未来台湾的亮点在哪里。李佳吼，李刚哥，你看哦，每个人有拢笑眯眯哦，有啊，因其实拢等足久呢，因为哦，因听着讲今仔日龙卷风伫遮，因拢等足久，你有等足久无？有啊。哦，李佳吼，还来自我们台湾各地，还有来自世界各国，有没有？有哈，有外国，我还遇到美国的朋友来，所以啊，你看看哦，韩市长因为他的韩流效应，因为他的高知名度，咱高雄市。我们有空港，我们有海港，咱应该是全台湾发展上老的、上好个一个城市。啊，毋过讲真正诶，民进党执政遮侪冬，足侪人拢甲我讲吼，因的子弟伫高雄找无头路，找无适合因的好的头路，所以顶拢爱去外地上班，都北漂了。对，都北漂。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我都听到有一些妈妈跟我说，哇，说什么？因讲吼。因支持韩国瑜吼，支持得到，因为呀，一看到高雄，整个都活络了起来。以前这个时候街道没有人呢，但是你看现在今天，我看到满满的人潮在这地方啊，你看看，而且韩流效应一来哦，韩流的这个市场啊，真的是不得了，移动式的。他们韩市长在哪里？这些市场在哪里？这些夜市在哪里？我们的前朝就在哪里？所以吼，咱高雄吼，一定要大家齐心同心，我们共同吼，把高雄经济拢拼起来，好唔好？啊，因民进党吼，拢一直在讲吼，在甲这个韩国瑜唱衰，咱高雄人卖红唱衰，好唔好？吼，高雄人卖红唱衰呢，吼，咱大家吼，从今仔开始，因就侪人讲什么韩国瑜真歹，你后白讲伊甲世界拢封路啦，啊，一般你啊搁讲吼，哇，伊甲家己做顿做皇帝，你想看卖有没有哪一个市长就职第一天，真的就是到我们的果菜市场，跟我们最基层的农民住在一起住一夜，有没有？没有哎，只有我们的韩市长，而且哈，他上任以后，他其实当选那一天哦，一得公哈，我哈卷起袖子，他说美雅议员，我动算了，我看到民众哈，看伊迄个眼神，就像安尼啊，你看他们的眼神都是非散发出热切的渴望，都希望高雄哈能够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有钱。所以你看看大家的眼神闪闪发光，都是因为对我们的韩市长抱以高度的期待。所以哈，今天我其实嘛就感动了呢，很感动。对，我看到那些婆婆妈妈看到韩市长感动都哭了，我都自己都。太感动，太感动。梅安员，那你先休息一下。不过说到高雄，现在我们看到高雄今天所有的民众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开心。但是，强强冠大哥啊，现在这个时候有人就要给韩市长穿小鞋了，说：“哎呀，你高雄现在这时候，先是那皇帝的登基，再来你讲了许许多多的大话，民进党的中央，你觉得他会帮那个国民党的韩国瑜吗？”
咱吼浪费二十年啊，高雄人，咱浪费二十年去啊啦。二十年前的今仔日，一直到今仔日来，就爱像这下闹热啦。你甲看，我吼会选举啦，我会看选举吼，也毋捌讲选举议员当选就职。啊，搁有遮个银条，啊，搁有遮个人，我敢毋捌看过，恁敢捌看过？今仔咱高雄有领着无？为怎样？因为咱热太久啊，郁卒太久啊，好甲找这个韩市长，把咱这个希望，咱今仔甲搁活起来。啊，无够有人市长当选，到这个时阵，搁安尼啊闹热啦？你甲看，人山人海啦，嘛拄啊今仔咱高雄有领着无？对无？所以吼，这个民进党吼。我实我无声无声甲批评啊啦，这都根本都无生存的党啊！你这都唔成党去啊，这都无成党啊！啊，你直直甲讲民进党要怎啊坏？哎、欸，好朋友啊，像咱两个在做节目，咱最起码这个去爱围一个嘛，围一个安尼对无？什么党路？迄市长就职爱河炸起来，讲安尼党路，你甲这款的党有啥物坏呢？所以吼、哦，因讲叫咱卖批评啦，但是咱都。下久袂轮得扫啊！从今仔开始，我也各位讲，基金我起来，基金哦，本来哦，会当做一万的生意，剩做三千。我顶礼拜去，因讲有较好啊，即马做六千啊。哦，做六千、啊。变好了。哎、欸，做一万的生意呢？做一万呢？向阳降落来三千，我顶礼拜去讲有较好啊，五六千啊。哦，变五六千啊！安尼有加两成无、嗯？有啦吼，加三成啦吼。基丁较好啊，三明区嘛较好啊，左营嘛较好啊。迄左营迄吼，你啊看迄卖水饺的啦，卖、嗯、咖啡的啦，今仔日五六个啦，找我讲，我生意偌好呢，含我外名同款，强强棍呢，对不对？对不？所以咱高雄人吼，我甲你讲啦，咱高雄人爱有骨气。这回的当选，不是韩国的当选，是咱高雄人的骄傲，高雄人的当选，对无？对无？我跟你讲吼，为今仔开始，咱支持，咱卖甲抹乌，卖甲除臭，吼，免甲抹乌，免甲除臭，因为 ，OK， 好，我跟你讲吼，民进党执政三十年啊，伫高雄市，伊无足简单会食足好啦。伊无足简单个食足好啦吼、哦，你即摆是看到安那？哎，哦，我你甲叫韩市长，有没有看到？现在韩市长在从我旁边喊大家握好手咯。起定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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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强棍咯，看到无？咱都要选到家人，选到家啦吼，这。无大无事啦吼，伊在困倒啊，对唔对？吼，伊在困倒啊，佮你在咩两个啊，对唔对？爱困爱困啦，我们做节目啦，对无？我的，观众都可以看到吗？吼，所以吼，咱当拄啊吼，安尼有遐直直甲叫，直直甲叫，甲叫，甲带来，接人气呢，真正接人气，韩市长接人气，所以足侪人来甲听。啊！我要甲好朋友讲吼，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啦吼。咱人第二去卖啊，第二去卖啊。咱的物件绝对第二销出去，第二销出去啦吼。咱的经济绝对会较好。各位人爱有信心，支持继续甲支持甲栽培，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谢谢，转头好不好？哦，谢谢啊。好、oh, oh, ，我们看到高雄人的热情在现在这个时候完全的展现出来了。哎呀，强强棍大哥，你真的多喝水啊！啊，我拢无事啊呢，我跟你讲吼、哦，你要多喝水。我甲各位吼，全国的朋友做报告啦吼，我甲全国的朋友做，哎、欸，你啊小可点一个无啦？哎啦，小可甲点一个拜托的啦。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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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哦，好啦，等下甲你买啦，等下甲你买啦。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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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接啦。强强棍，这就是高雄人的热情啊！等下啊，等下甲分啊。我来，你阿在讲啦，我上岸阁袂记哩。嗯，哦，我上岸阁袂记哩啊。你阿在讲啦，伊阿在讲啦，问我啦，袂记哩也袂记哩啊，伊也袂记哩啊。哦，你拢在看老吉，你嘛倒记一下。你刚才说什么？多喝水。
多喝水啊、哦！我甲你报告啦，吼，咱欢喜啦，咱真正足欢喜啦。市长今仔日就职，哈、哦，市长今仔日就职，阮张梅吼，迄电视吼，就做四场啊，中天就做四场啊，周日吼，拜六，基丁也做，大家都做，更加优秀，哎、欸。咱遮吼，下早就职做无够，中昼二场就职阁做来斗，永暗阁做无够，下晡做无够，哎，右阵做三点钟的现场，即马阁做三点钟要做来斗，这无声哈，拢无声。但是无声是无声，你甲我同款，不管有声无声，有面无面，咱同款心情，咱同款庆祝，高雄为今仔开始。变天好不好？好不好？个人团结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团结！强强过来先坐一下。不过、啊、说到这高雄，我们看到文山杯到了这个地方，文山杯，我看你眼睛可是炯炯有神啊！今天的鱼货应该卖得还不错，但是现在这时候你要卖鱼货，有些人却要说：哎呀，高雄现在这个时候，哎呀，发大财了，绿营的人看得眼红了。你的鱼货要出去，中央可能要挡啦。有送无啊？等多久啊？高雄市等多久啊？啊，阮高雄县会等多久啊？三十年啊！阿贤有送无啊？剩个无啥送，有送无啊？感谢哦，谢谢哦，阿妈借这个机会哦。咱这好朋友是不是啊？中天拍一个普爱好唔啊？嗯。啊嘛，甲阮两届也拍一个普爱好唔啊？我甲阮美雅议员鼓励一个好唔啊？强强军甲阿豪讲甲收声，啊，甲要甲普爱声甲鼓励一个。我唔免啊，我未喜爱，我未喜爱我。感谢。我袂喜啊，我唔免啊，我安分守己做我的生意就好。嗯，今仔日咱大家付出遮尼久，竟然也有人要阁甲咱穿小鞋，啊，恁有同意无啊？较大声啊，放跳舞！像咱连家讲话讲爱讲国语，北京甲跳，恁无大声错啊，总统甲跳舞啊？有同意无？未使同意呢？未使同意呢，人要甲咱穿小鞋，咱要甲会要甲同意。咱的物件要卖出去，人要甲咱拿拿杂杂，要阁对着咱这些农渔民、弱势团体相关的循环的经济，农渔民生产业者，当然这些人若赚无吃，后壁附带这些劳工朋友、这些运输朋友要对赚有吃。所以咱是不是未使温存？咱的蔡政府阁甲咱继续穿小鞋，好唔好啊？大家爱讲个好势呢，大家爱用动一节呢，大家拢有答应个呢哈。有讲台有做成咱韩国个安尼吼，永安坤果菜市场，永安坤果菜市场吼，啊人就是安尼有讲佮有做，啊人今日君子抱桥而死不可，失信而归。小小伊同当时对咱大家所有个承诺，啊恁今日有讲个呢，恁有哪有做？咱今日。对，今日开始，韩国会做咱的市长，咱是不是要强力来给他做后盾？强力来给他做支持，强力把咱的韩国的这个市长的位置好好坐，好唔好？好。好，大声无，底下无听到，无听到。市长啊，人讲好哦，啊你当选恭喜哦，你若无做，阮这同仁拢该死哦，阮在背书的哦哈。对。阮这大声拢给你背书的。农渔产品这个问题带动的循环经济非常的多。文山妹，等一下来看好不好？你先聆听一下哦。好，我们看到在现在这时候，韩国瑜在里面，但韩国瑜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他等一下会有对大家要讲一些话，讲讲他心中的内心话。我们休息一下，来告诉大家。选风的 live 现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高雄的石泉果菜市场，但韩市长他为了所有的市民的安全，所以他现在在这市场里面
王佑正也跟着他在一起。但我现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要问韩市长第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那垦丁的观光现在这个时候是一落千丈，垦丁的这些民众呢，他们甚至希望韩市长能够帮个忙。屏东的县长潘孟安他也说到，哎呀，我们可以跟韩市长联合，还有包含台南的黄伟哲一起打造南高屏三个地方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哎，韩市长，你可是一人救了全党，你现在还要救全台湾啊。丢给佑正。好，我们访问到韩市长哦，刚刚呢，这个立刚哥哦也说了这个问题哈，相关的问题大概就是说，我们市长现在选上之后，其实不止救高雄，我们要救台湾，救台湾。先从南台湾救起，所以市长觉得说，哎，屏东、台南就算不是我们自己这个同党的执政县市，也可以好好来合作一下。还有现在像是屏东，垦丁很惨呐，观光客又掉了，所以市长未来真的有可能在台南、屏东、高雄，我们三县联心来好好的救经济，哪一党都没有关系。其实我是受到高雄市民选票的托付，我第一个在肩膀上的责任就是要提振高雄的经济。那高雄蛋白地区东西卖出去，蛋黄地区人进来，会有一个状况发生。当高雄种凤梨的农民笑哈哈，台南屏东的苦哈哈，当高雄种芭乐的笑口逐开，然后台南屏东种芭乐的愁眉苦脸卖不出去，请问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农产品不分蓝绿，农民朋友也不分蓝绿，反而是彼此的县市长开始区分蓝绿，这个对农民跟农产品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我们高雄市各方面在货出去的时候很顺利，我们一定会陷入天人交战。这个天人交战是什么呢？看到其他地区农民渔民在受苦赚不到钱，我们应该不应该帮他们一把？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屏东的潘县长，还有台南的黄市长，在农渔这一块外销的时候啊，大家应该有可能合作尽量合作。第二，当我们要把东西卖出去的时候，不要在卖东西前提之下拿个牙签放在手上，看到人家就往人家屁股戳一下，这不是很无聊吗？从古就讲过一句话叫和气生财，我们现在把东西卖人家，然后平民还要讲一些话，让人家过不了那条线，便宜还卖乖，对，这种事不能干，绝对不能干。是，因为你这样子逞一时口舌，或者表达一时政治上一些鲜明的立场，造成农产品、渔产品卖不出去，然后再把这个卖不出去的罪推给对岸，这是不对的。你不要讲就好了嘛，讲一句不客气话，当东西能够顺利卖出去的时候，人家下订单的时候，你又想要赚钱，又要吃人家的豆腐，还要表达自己的鲜明的色彩，那不是无聊吗？心中高墙没有推倒啊，对，对不对？心中不要有围墙，和气生财。当高雄开始启动这班快车，大量东西卖出去的时候，台南、屏东大家一起搭的这班车，平心而论，从照顾农民渔民的眼光，我是乐观启程，我们很愿意帮忙。但是各位县市长就不要再讲风凉话了，我们静悄悄的叫闷声发大财，而且卖农产品渔产品也发不了大财，不客气的说，只是图一个温饱，照顾家庭，照顾孩子而已。我们静悄悄帮农民渔民做事情，嘴巴不要再讲那些，这是我诚恳的建议。是，所以市长我讲一句嘛，我们请问这个潘县长，请问黄市长，如果今天我韩国瑜带领的高雄，我的农产品卖得出去，渔产品、畜产品出得去，你们的出不去，那你们要怎么办？当然，刚市长回答，你看这苏州市长很大度，一直都是如此。可是会有一些这个支持者觉得说，这两个选前都在酸你，选后又在念你，又在骂你，结果要卖农产品的时候就想到你。要怎么样请我们的这个支持者也解开一下心结，大家不要计较那么多。不会啦，我觉得远亲不如近邻啊，台南屏东都是我们高雄的厝边了，他们感受最强的我过来就是嘉义啦。这些南台湾农产品、云产品，真的我们可以携手合作把它外销，而且所有的中间商全部砍掉一个不留，直接让农渔民受到好处，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高雄市政府那么叫清楚，最难
程咬金三斧头，前面劈三斧头很困难，我们帮你劈这三斧头，接了单以后就交给这些渔会、农会以及生产者，中间任何人想在这里面戴帽子啊、吹喉康哎，对不起，都不答应，否则我们农民渔民收入减少，消费者太贵，这是不好的。我们希望嘉义、台南、屏东，我们有机会大家联手，抓对不问题。我们是心胸很开放的。那各位民众，请你也要支持我们高雄市政府这个决定。大家都是同胞，啊，农民、渔民都是我们的，不要再分这些，能够帮他们过好生活，赚多一点的钱，我们应该做的。那不要分你我，不要分蓝绿哈。当然，要做到很多的事情，比方说农渔产品卖出去哈。很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中国大陆这边的，也不要说帮忙啦，大家互利互存啦，哈。那最近哈，讲到两岸的议题，有个人很红啦，但就是我们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哈，之前也邀请这个市长要去参加双城论坛，但是当时因为还没就职嘛，所以可能也不太方便。那最近呢，柯文哲在双城论坛上面的表现，被很多民众觉得说，哎呦，表现得不错，超过七成的人觉得说，这一次看起来是蛮有收获的，有超过八成的人觉得说，两岸应该持续继续交流。未来双城论坛不会在台湾政坛的这个两岸市场专美于前，因为市长在选前就曾经说，我们不止双城，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三城、四城、五城来进行城市交流，就多层次的交流都不排除，重点交流完毕之后到底希望实质获得什么。第二，柯P这次双城论坛很成功，这其实执政党民进党包括在野的国民党都要警惕的。明年开始，台湾最重要政治上的主流王道思想是什么？就是人民要过好日子，这是最重要的思想。交流之后，这个实体是什么？实体是什么？然后柯P之后，为什么民调会70%？将近80%都希望两岸健康的来往。透你的数字哈，你的民调。所以人民要过好日子是最重要的王道的思想。过好日子，我相信2020年的总统大选，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你很明确的提出来，如何让2300万人过好日子，这是王道思想。再恢复到过去那一些过度的意识形态的碰撞、政党的对抗，我觉得都不聪明，也会被淘汰。我们就拭目以待，好不好？这个除了两岸的发展了哈，就是我们自己城市本身，我们要建构自己很强的软实力嘛哈。最近好像有幕僚哈说建议这个我们市长哈要少说多做，对哈。但是市长有告诉大家说，因为他急呀。好，既然急，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问。我们说哈，这个刚选上还没就职，我们找困难；就职之后要解决困难，包含了赛马场，包含了爱情摩天轮、迪士尼。市长，您有谱了吗？还是说您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觉得达到怎样的标准，这些事情不会是天马行空，而且是一定可以做的。我们不会是只设第一件，大家都说第一件是什么？错，我们一开始就好多件在设。同时，对，我们明年开始，高雄就要正式推动中英文双语教育，这就是第一件。第二，2月份过完农历年开始，我们农产品就要外销出去了，已经开始准备签合作备忘录。第一个是新加坡，再来是马来西亚，接下来是中国大陆的南部，这也是一支箭。第三，明年开始高雄要办全台湾最棒的夏令营跟冬令营。第四，明年开始高雄观光医疗透过医院跟医生还有旅行社结合，我们正式推出来医疗观光的产品，这也是一支箭。所以这些箭同时在射。所以你不是三箭齐发，不是乱箭齐发。不是乱箭，是有头脑，很多箭，有目标，有人员，也有计划要射，绝对不是说只射一支箭。同时开始就好多事情要做了，而且这只是讲到一部分而已，同时还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我相信台湾人民以及高雄市民不会给我蜜月期，真的完全没有蜜月期。以前传统老政治人我有3个月蜜月期，有1年的蜜月期。我认为今天高雄市民期待我很高，我自认为没有蜜月期，所以我一定要赶快做出成绩，这是我对高雄市民呢最神圣的承诺，而且是我应该做的。是，好吧。对，当然没有蜜月期啦，可是哈，我们现在还是
有人在酸啦，吼，说这几天像我们从昨天开始，吼，这个爱河文夜市，我也泡在里面泡一整天，东西真好吃，人真多。今天一样，可是这个就职大典，有人就酸哦，说，哎呦，怎么好像这个讲不好听，好像皇帝登基一样。那我是不觉得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人进去。货卖出去，人进来的效应的标准展现嘛？市长怎么回应这样子的说法？我们初步估计，这次行销高雄、推销爱河以及这些饭店、欧米亚给餐厅、小摊贩等等，你现在晚上九点看路上的车流、人流都在增多。这次有相当大的一个商业效果。吃烧饼一定要掉芝麻，对，钓鱼一定要放饵。我们在行销高雄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但是市政府有编90几万的预算，不足的部分我韩国愿意吸收啊。我们不想给市政府任何对，那还要怎么样呢？那事实上大家可以透过媒体，透过大家的关注，海内外都在看高雄。几十年来高雄有这么让人家注意过吗？平心而论是没有的。所以当我们在行销高雄，认真在推广观光，请给我们一点点鼓励。我们做的不好没有问题，鞭策我们，但是我们很认真在做，让高雄的光跟热散布全世界华人的时候，请给我们一点鼓励。未来我们会继续做更多，会去做更多。我们觉得行销高雄是高雄市政府的市长跟小阁员们，我们应该义不容辞要做的，也是广大高雄市民大家一起来携手合作的。好，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今天我在这个就职现场有跟这个韩总的妈妈，有跟韩妈妈聊天，那妈妈当然很心疼，好，妈妈绝对比观众朋友、比所有的韩粉都还要心疼。而且我看韩总现在其实还是很累了，我就问妈妈哈，说，哎，这个韩总说补补身子，他说，那补身子大家想到说那吃妈妈煮的菜嘛，我就问了这个韩妈妈说，那韩总喜欢吃你什么菜？结果韩妈妈跟我讲说，他比平常没有跟你住在一起，也很久没有煮饭了，所以我们要问一下韩总，如果有机会跟妈妈好好吃顿饭，会希望妈妈帮你准备什么家常好料理？我母亲家常菜做的不错，红烧狮子头啊。红烧茄子啦，什么煎蛋呐、啊，还有青椒牛肉丝啊，还有面疙瘩、啊、都不错，做得不错。妈妈最近还有下厨吗？哪一个儿子会不喜欢妈妈做的菜？因为从小吃习惯了，好不好？没有什么了，非常感谢。我现在最重要，赶快把身体静养一下，因为未来高雄挑战会很巨大。我相信身体如果养不好的话，是没有办法接受挑战。这一点我也有一点压力，好吧？今天晚上在这边其实也不太能休息哈。那所以夫人也要留下来陪这个市长。没有。他回去休息，我要大概睡到凌晨3点就起来，因为我要跟摊商啊聊聊天，对，请听一下民意，大概可以休息4个多小时。哎呦，那好吧，市长得休息哈。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市长，来，市长谢谢。谢谢啊，市长哈、哦，他当年就是从北农站起来，然后被逼下了北农。今天他当上了高雄市的市长，就职的第一个晚上，他要从果菜市长卷土重来，告诉高雄，告诉台湾人。韩国瑜准备好了，谢谢市长。君子不忘本，对，不忘本，饮水思源。谢谢市长，谢谢。来，我们这把时间还给立刚。啊，刚才佑正啊，你讲话讲错了，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要你罚钱呐、啊。可是我们注意哦，刚刚韩市长在那十几分钟的讲话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 key point 的重点。我们现在看到农业局局长吴局长，刚刚其中讲到了一句话，说要大干一场。怎么干法、啊、看起来很可怕的样子所以压力应该还蛮大的。我想市长有人提到哈，就是人进来嘛，货出去嘛，对，然后大家赚大钱啊，所以这三行来面我想我降几行嘛哈啊，所以龙鱼产品怎么让它哈啊可以就是到世界各地去。那刚刚市长有特别提到啊，除了台湾市场以外，其实包括马来西亚啊跟新加坡，这东西咱来去拍开的这个市场，啊，尤其会使透过马来西亚，我想吼，咱就有法度吼，啊，去到中东，因为吼，伊这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啊，所以每一当包括食品店也好，啊，是旅游也好，真侪中东的人拢是去马来西亚来佚佗，吼，啊，所以吼，遐除了有华人的市场以外，啊，其实上重要的就是吼。前进中东的这个市场，啊，这非常重要。啊，所以哈，但是农委会之前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他们已经到马来西亚去推展啦？我想大家都他们先给你们这个打了一枪啦。
大家都来努力哈，啊，就是看看我们也可以把台湾什么样的好产品哈，啊，咱的这里哈，各乡的什么好物件哈，咱也再给塞出去，安尼较重要啦。我想相关的物件，咱拢会为你咧拍拼，啊，所以相关的这个订单哈。下来吼，啊，所以有法度甲花卖出去吼，啊，甲咱的优良的物件吼，啊，替台湾来争光吼，啊，把Made in Taiwan吼，啊，甲这个台湾的精品用去，我感觉这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长期以来吼，咱拢无甲农业当作是一个产业啦，都甲看作就是吼，咱农民种出来物件吼，啊是吼。鱼啊，家己吼啊，水里面饲出来这物件吼，就像文山北一样啦。对，那个其实农民甲渔民真艰苦，靠天食饭吼。对，吼啊老啊，然后咱赚的拢艰苦钱、血汗钱，但是咱若甲产业化了后，其实伊的概念也无同款。嗯，吼啊，所以要安怎甲伊完整，吼伊的产业的结构。啊，甲变啊，对生产一直来甲营销，诶，这个整个的过程，咱其实爱甲进一步的思考。所以包括精准的种压力是咱生产的相关的项目数量，啊，一直甲咱的营销的对象甲通路，这部分非常的重要。当然，中这部分生产的过程内面有咱的技术，嗯，所以变啊，透过咱优良的技术，啊，以及着科技的力量，嗯，哦，啊，然后啊，进一步来甲咱这物件做，哦，进。哦，来做吼，咱相关的这个吼改良也好，啊，是进一步来提升也好，这个是咱要行的物件。但吴局长，所以吼，包括就是价值的部分吼，嗯，附加价值或是怎么让它去加值的部分是很也会很重要。嗯，但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到时候这个陆委会那些给你们穿小鞋啦？要大干一场，人家把你穿了小鞋，你就踩不出去啦。我想吼，这部分。市长有特别提到了哈，就是当然今天他主要陆委会讲这个话是在回应就是讲吼，这是咪中央爱对地方行的问题啦。嗯，啊，即摆就是讲对台湾人民好诶，如果咱市场会再甲拍出去诶，嗯，啊，你要顾合作进前，你嘛要先顾不到嘛吼。啊，这也无牵涉到意识形态部分的话，我想咱物件会再好处理，咱为啥无必要处理？我想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告诉大家。新闻龙卷风的现场，哎，佑正爷，你也从这果菜市场里面走出来。不过大家刚刚有看到韩国瑜在那个窗口上面对着大家挥手，因为最主要一点，他当了市长，可是他担心所有民众的安危，所以他并没有走出来到这果菜市场外面，并不是代表他不亲民哦。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啊，你这把是看到安啦？哎，哦，韩市长有没有看到？现在韩市长他在窗户旁边。都要选到家人，双伫车啦吼，啊这无代无志啦吼，伊在困倒啊对唔对？啊，伊在困倒啊，搁你在咩两个啊？对唔对？爱困爱困啦。我们看到韩市长的亲民了，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个阳台上面，可是他现在这时候准备要就寝，因为凌晨三点钟就要开始出来跟所有的果菜的这个摊商们开始拼命啦，开始拔干净，嗯，要从呢这个果菜市场开始算是东山再起啦，因为之前这个北农被弄掉嘛，啊，他本来就菜农啊，当了市长。当了市长，回到市场，要从市场东山再起。哎，不过说到的韩国瑜当上市长之后，他其实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最主要在于说3000亿的负债。这个时候，二期轻轨停了，但龙盖森啊，负债这么严重，这下子韩国瑜怎么解决啊？先生难求无命客啊！那你免讲啊，你免讲啊！靠人一出事出来，叫你赔3000亿的负债。大佬天生来都无法度解决，对不对？但是咱会当互减轻痛苦，对不对？迄落安那，无偷门，但是爱有偷壳，哦。所以伊今仔带动高雄的经济，你看卖啊？过去那这个时间来到这个所在，是五鬼蛇命呢。但是今仔日这个时间，韩总会来你家，主人李仁林条的例外。人会当入来，货会当处理，高雄会当发财，这个第一步已经达成目的。哎，不但安尼哦，所有的大企业伫海外的，本来要去桃园、台北、新北市投资的，看到高雄气氛一个好起来，我坦白讲，真侪高雄的乡亲伫海外发展，拢总真有成就，
但是因都无要回来高雄发展，无要回来投资，因为过去安那看袂落去嘛，家己的故乡什么款的情形，伊的亲戚五十伫高雄，因拢足清楚，所以因宁可去新竹投资，去桃园投资，去新北台北投资，伊干干那都唔回来高雄投资。即回看到韩国的伫遮，好安尼冲到高雄无啥啥。哎、欸，迄、那个吴莎莎唔是看无吴莎莎呢？呀、哦，是人差差差差，甲互你生理做甲吴莎莎对不对？我、哦、来导播，我甲你讲，迄、那个翕一个无伊哦，规暝拢伫遐哭啦。嘿，观音山的土豆汤啦吼，人太久啊，有那寄付一百袋互恁食啦吼、哦。啊，这啊，这叫做拼经济，虽然是庶民凡夫走卒的经济。但是小民的经济，伊若食会饱，顾巴肚顾了，咱才来顾佛祖，对无？所以即马做者海外高雄过去成功的企业家，人因即马拢要转来投资啦。尤其呢，包括一挂高科技的，啥物咧工业 4.0 啦 ，AI 无所不至，即大家拢要转来投资。所以即个3000亿。你卖把这3000亿放在心肝头，安尼这个动荡你永远担袂起的。咱高雄市政府借钱爱纳利息无？当然爱纳利息啊，但是有较轻啦，比你的房贷较俗啦。哦，高雄市政府一个月，你甲想看嘛，咱若准一趴啦，1000亿就要交10亿啦。嗯，3000亿要交30亿啦。迄实在讲的艰苦济过，过去甲咱吞打这3000亿。啊，就卖讲啊，但是该查爱查，有弊端嘛是爱查了，对不对？对。啊，无咱即马高雄诶，无食无困哦，开门安尼起来，一个月都要交差不多2.5亿的利息钱啊。利息对。利息尔啦。2.5亿啊。你唔知哦？哎呦，利息哦，开门一日都要8000万，安尼透早市政府开门。拜六礼拜同款哦，无开门嘛8000万，一日利息要8000万，安尼韩总有够法度？哎，8000万只有就是可以把高雄把经济活起来，大家转来慢慢的理财量力为出，再加上伊这个无头毛有头壳，这个精致的头壳，包括恁美丽灿烂的笑容，甲恁期待的眼神。创造咱高雄的新经济，好冇？安尼3000亿，爱搁烦恼无？你看卖，我这跳舞好用无？我安尼甲你讲讲的3000亿，简单就解决了，对不对？哦，但是一日8000万，我来讲，唔是8000块，是8000万的利息。所以你爱看卖，韩总的大头有担无？当然担啊！所以大家帮忙吼，立庙烧香，像恁来遮，因暗拢无去买就唔对啊啦。有买无？有买无？有买吼。爱加减捧场，啊你甲买，伊就有钱；啊迄个摊贩有收入，伊就去餐厅消费，伊就去百货公司消费。咱大家用小消费带动大消费，中消费再来大消费，消费会带动生产，生产就会带动税收。安尼好不好？安尼有水无？有啦！哦，你卖甲我看，从你礼拜开始，大家拢无搁讨论我烟斗的问题。干那看到右正哦，我来闪去边啊。那今仔日伊过去拢伫台北，雄雄家坐高铁落车就对啦。本来啦，要靠我翕相，翕到一半还袂气了，讲右正来啊，怎啊走过？哎，都唔知迄去伤到咱的心对唔对？歹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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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啦没啦没啦，这位朋友没啦，真正没。刚刚先引导不？哦。啊，伊跟我上开引导。都引导都引导，别引导啦，别引导啦。好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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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吼，安尼尊者跟我骗，我嘛真欢喜啦。可是可以看到，两个帅哥站在一起真的是不一样。帅哥，两个帅哥。没有，刘干生把他放到哪去了？跟你吗？哎，可是讲到这个3000亿的负债，刘干生讲的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就把这个钱给还清掉了。这个钱要还清，应该也没那么简单哈。哎，梅雅议员，来，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原本的这个本金还不掉，起码我们
不要再增加本金嘛，对，不要再把负债给变重嘛，对，但是要不把负债给变重，又可以在城市里面新立的话，要靠什么？对啊，所以你看哦，韩市长他就是都推出了很多的创意发想。他说啊，你想想看，三千亿是变哪会当来行我掉？变哪？好难哦。刚有真正吼，咱蒋介石吼，伊是讲的就简单吼，哦，做起来是偌困难的，你知无？所以啊，他才会提出了很多的想法。他说把旗津哦，未来可以打造成是一个什么免税区？打开旗津吼，会当买免税物件，欢喜无？阿姆哥，你敢怎样？民进党就给他穿小鞋。民进党就说：“哎呀，阿弟，这个韩国瑜唔捌发令，咱基丁都因为无适合用这个离岛条例，所以无法多做啦。乡亲呐，那是讲吼，因为韩国瑜讲要做啥货，民进党都讲无法多做。安尼，请问一下，这3000要变哪行啊？”对不对？恁有收到无？所以韩国瑜伊咧动脑筋，动脑筋，伊除了讲吼，基丁要做一个免税区，伊佫讲咱的爱河其实足水的，你敢知影？全台湾倒有咱高雄有甚物货？有一条爱河。啊，你讲爱河，就是一个爱河，人来安尼行行看看，敢有法度带动甚物商机？无法度，对不对？所以韩国瑜伊就佫动脑筋，伊讲哇。咱有一条爱河，有没有很浪漫？有没有哈？爱河这么浪漫，我们为什么不要打造一整个我们的爱情产业链？然后让很多的这些各行各业生意拢做起来，让大家拢大赚钱。你们觉得爱情产业链做不起来吗？大家喜不喜欢谈恋爱？恋爱的感觉多么甜蜜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把爱情产业链要做起来。结果韩国瑜又讲了，那是有一些闲置的空间，有没有可能我们也可以引进国外有在做的一些可能运动的方式或是怎么样？反正你就是要想很多的方法让我们高雄的能见度提高，让大家会想要到高雄来投资，这个最重要，对不对？阿姆哥，咱看到哈，就遗憾的是什么会？民进党常常拢在讲哈，我那次哈在上一个友台的节目啦，我才在讲说，我们看到韩国瑜市长他一直在抛议题，标题有在冲啥？有在动头壳啊，有在想，对不对？伊真正有想要解决这3000亿的负债。啊，不过问题吼，你今仔民进党就开始安怎讲？民进党的立委就讲，哎呦，这天马行空啦！啊，做一个市长啦吼，大家知影讲吼，要迄个，迄个唔知影讲真正要迄个好好啊，迄个做代志无脚踏实地，大家在想一寡有诶无诶啦。乡亲呐，咱是毋是吼？有支持韩国瑜，让伊拼高雄经济，好唔好啊？恁看卖一下吼，我阁甲恁讲一项代志哦。恁呾动算迄天，韩国瑜市长伊就讲啊，伊讲吼，哇，特别做势，遐尼侪乡亲来，遐尼热情，啊，大家看到伊拢甲伊喊加油，伊讲高雄一定爱拼。所以乡亲，恁有去参加咱去韩国瑜的造势无？你看现场我这情啊，让咱全台湾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看到没有，现场这么的热情，现在已经晚上的11:05了，大家都这样子不散，因为最主要一点，韩国瑜也在里面，大家为他支持，为他加油啊！对，加油！加！而且立刚，你知道吗？我们呐、在参加韩国瑜市长的这个造势场合哈，每一场来雄庆，大家自动自发举手一下，好往看一下，好镜头看一下，那自动自发来，啊，你给他是不是自动自发来？自动自发来举手一下，给他举手一下，哇！好，你刚给一个跑啊声啦，这么高，你看。今天还要上班嘞！对，你看，咱现在乡亲哦，今天还礼拜二嘞。今天礼拜二，很多的乡亲都还要上班，但是今天大家站在这要创啥会？除了支持韩国瑜以外，大家是要安怎？支持讲吼，咱一定要支持韩国瑜拼高雄的经济，你讲对不对啊？
所以鄉親啊，那因民進黨吼，佮咱的韓國瑜吼穿小鞋，那是吼，佮咧吼，佮咱唱衰吼韓國瑜的一寡政見，咱是毋是吼，大家爱大聲講出來？前頭拄啊吼，我聽到一個媽媽咧甲我講哦，講哇，有夠讚的啦！伊講吼，我準吼。几十年我都不敢讲出来、嗯、他们说以前支持哦、喔、这个不支持民进党好像都会被打压啦，然后他们说吼、喔、哦就不准的，可是他现在哦、喔、都敢大声讲出来，因为我跟大家鄉親報告，您今天站出来是为着咱的后一代，咱希望高雄经济做起来，你讲对不对？就了不起，这种自动自发来的、嗯，所以你看看哦，其实我觉得韩国瑜，所以这个热情根本不是只有在选举之后，而是在现在连他上任市长，大家要继续热情的挺韩国瑜。对，而且我是干嘛讲哈，韩市长想主要是以就协助温度为市长，你说对不对？嗯，因为我其实也记得哦，他有一次在讲到他的这个教育的理念哦，一共呢就好，一共我们要推双语教育。因为以备好咱家的学生哈，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够具备跟世界接轨的语言能力，你们支不支持？支持。但民进党说他要消灭母语啦，我就喊没不。然后你知道他还讲了一点，他还跟老师们座谈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我好感动。他跟这些老师说：“各位老师们，我韩国瑜如果当市长，我会。”全力支持教育的各项经费跟政策，俺哥外拜托所有老师，因为就这学生，伊当时开窍唔知影，俺哥伊拜托所有老师，绝对袂当放弃任何一个囡仔，爱请你用你的爱心，用你的热忱，让每一个伫咱高雄的小朋友都能够找到他们的专长，好好的鼓励他们。我听到这个话哈，我很感动。甚至有很多本来不支持韩国瑜的人，有那个问奖的大哥，还有我们司机大哥，甚至一些保全大哥跟我讲说，他们就是因为在网络上看到这段视频，他们说他们全力支持韩国瑜，我们要让高雄变成一个更有温度、更热情、更繁荣的城市，好不好？好，看到现在高雄的热情，但王佑正现在这时候已经到达了我后方的位置，我们来看看佑正那边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来展现给我们大家吧。立刚哥，对不起哈，因为你在忙啦，你要顾那个现场那么多的观众朋友，还有那么多的来宾，所以呢，试吃这种小事呢，让小弟来就可以了。各位观众朋友，又到了佑正的试吃时间了哈。今天下午我已经吃了一大轮了，没关系，晚上我们再来一轮，但是吃的东西要不一样。我一眼就看到哈，来。这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苹果，对不对？红色的嘛，哈。来，这个苹果，哎，陶哥，这么奇怪哈。你看这个，青不青，红不红，黄不黄，橘不橘，这个苹果叫什么名字？这叫明月，日本的明月名。明月啊，明月苹果。哪一个明，哪一个月？名字的名，然后月亮的月。哇，这名字这么美啊！啊，这个吃起来有什么特别不一样？这个的话，因为它这个品种不太一样，它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清甜。哦，比较清甜一点。对，清甜。像这种，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日本的蜜富士。蜜苹果，蜜苹果。蜜苹果，说切开里面可能会有这个结蜜的。结蜜的。对。啊，可是好像要切很多，哎，这几率多少哈？几分之几才碰得到？每一颗都会有的。真的吗？对，这个几乎每颗都会有。哎，蜜苹果切开都会结蜜哦。对对对。那不然你切一颗我看看。可以啊。哦，但是没结蜜啊，要是没结蜜怎么办？没结蜜再切啊，切到有结蜜为止啊。一颗，我选一颗，我选一颗。哎，苹果有没有说要怎么选比较厉害哈？其实，来，我们弟弟来挑一颗，这颗哦。好，来，他真会挑，真的吗？对，为什么？他特别红，没有，他颜色比较暗红，所以他的解密的会比较高一点。哦，真的哦，来，赶快切开，我想看一下蜜苹果长什么样子。再让 say say 吧，要不要洗一洗？没关系。Man 哦，假假落腮，不会的，没有，这上面可能会中毒，不会了。不会，你要看有没有蜜，要从这样子切比较好。哦，要这样哦，要横着切，横着切的。看到哦，这
这一颗的蜜结的没有够多。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但是它这个口感会比较好。真的哈、哦，啊，这個、可以直接吃哦。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你尝尝看吧。哇，甜蜜怎么样？都不一样哎，它的味道跟一般的没有，可能观众朋友吃过很多苹果，但我吃的苹果不多，我都吃那一种苹果，它的味道跟一般的跟我吃的那苹果不一样哎，怎么说呢？是不是有吃了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感觉？它有一个香味，比一般的苹果再多一个香味，但我不会形容那个香味。对不起，所以呢，你想知道的话呢，只好请你到高雄来哈。来，哎、欸，那这个是我们高雄这里特产吗？这个没有，这个其实它那外国的，对，它日本的，它全省都有。对对。那蜜苹果可以试试看啦。哎、欸，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不要吃那个国外来的，有没有我们宰的追购？的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都进口的哦。好，那够够好，我们先来吃进口的。哎、欸，这个椰子，泰国椰子，泰国的，这个一波。它这个是做自己开罐的。哎呦，这有专利的。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啊？没有，它这个是泰国自己做的是哦，泰国哦，对，它是一开罐。这个是台湾人发明的。对，这个台湾人发明。这台湾人到泰国。你有看过？你有看过？人家在喝椰子汁有没有？吼，拿刀子，那个椰子好像杀父仇的一样。啊，好细啊，好细啊。对。弄半天。好细细哈。等你把汁喝完以后，你可以直接丢在。对嘛？因为一般人没有这个嘛。然后椰子弄下来开始削皮，削完皮以后，拧扣扣，好细好细好细，拿去撞头撞墙壁都撞不开。这个多方便，直接给你一个易开罐。对，这个也是到处都有卖嘛。对啊，还是其实没有很，那我没有看过嘞。少部分，这个是比较少，因为它这个加工也不容易。对，哦、真的、哦、啊，这个怎么拍照怎么拍，来看，哎、欸，看一下，这个很有趣。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对，就这样就可以了。对，吸管插进去，吸管插进去就可以了。所以等于是帮你凿了一个小洞，有没有？好、哦，然后把这里，哇，你看它这个。而且我喝一喝不想开，可以盖回去。好像不太不是你，如果说你盖回去的话，也盖不了。松掉了，松掉了，松掉了。来来来来来，盖不了。它这个一定是要化在刚刚好，要不然都化。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吃了，直接喝了。可以喝了，直接可以喝。哇，你有想过可以那么轻松的喝到椰子汁吗？啊，椰子汁，我就讲了那个电影有没有？嗯，像那个什么，有一个电影不是在荒岛上面吗？那个汤姆汉克斯演那个吗？浩劫重生。浩劫重生。对。他为了要喝椰子，拿那个溜冰鞋的冰刀有没有？怎么对？喝不到，你看我现在多轻松啊！嗯，还有什么？再来介绍一下。这个的话，像现在来讲的话，是这个韩国苹果，我们今天中午有哦，有哦，韩国的苹果，对，人家说哟，韩国的苹果呢，韩国的苹果哟，他在韩国那边已经有做过所谓的那种臭氧处理哦，所以他就打开就直接吃了，对不对？对，它是比较方便的，它是比较方便，它是打开了之后就可以吃了，对，它跟平常我们的苹果都还要再经过洗过，就比较不太一样啊。那这个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它没有那个所谓的那种农药残留的问题。对啊，要臭氧处理过了嘛？哦，现在很注重这种所谓臭氧处理哈，所以这种苹果其实很方便，因为拿回家打开就吃了，它也没有农药，它处理好了。是啊，它这是水梨嘛？没有，不是，这个叫金星苹果，金星苹果也是日本的。你闻一下它的味道，跟着其他苹果的味道。这不是水梨吗？不是，这叫金星苹果。哎，我看一下这名字怎么写，金星。哦，就是那个。九大行星的金星，对对对对，啊，它是金星苹果，这也是日本的，这是日本的，对，哦，对，那回去吗？好，好，来，那我们就来，你继续看吗？好好，来，西来，我们现在先等一下哦，因为立刚哥跟很多朋友在那边哦，我也不想让他们等太久，觉得我们在那边这个开心太久了，我们先把时间还给立刚哥，待会再回来，我们再去吃别的水果。来，立刚，到了这个十全果菜市场的后方，现在这个时候居然是国营夜市的开张，在晚上的现在11点多的时候，满满的人潮在这地方，但我们也可以注意哦，台湾的在地企业是什么？看到没有？在地企业在后面也可以看到，刚刚有一个在地企业呢，他在这个地方，他平常发饮料、卖饮料的时候，他主要是要探机，但在今天一天的时间呢，他在发饮料，发了在高雄这个地方，可是发了一天的饮料呢。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让所有的高雄市民他们能够欢迎。不过说到现在的这时候，晚上11点多，所有在这边的朋友们，你们精神好不好啊？开不开心啊？开心。
看到没有，在晚上的高雄是这么样的华裔。不过，哎，阿豪啊，你这个在地的企业啊，来吧，先来之后，哎，这样刘干生啊，你还真的签名签不完的、啊。但继续签，继续签，等一下再说。阿豪，来讲讲看，在地的企业在现在这时候要怎么样的发展？大家要跟着韩国瑜怎么样发达下去啊？我觉得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哦，我们要把自己的品质顾稳定，因为哦，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有一些风声，有的人知道说观光客已经要进来，所以都有一些小动作。那我觉得哦，最重要的，大家要把品质顾好，要做出最好的品质，然后把在地的把所有产业拉回高雄这边来做。像我现在自己的衣服啊，我原本的衣服哦都在台北、台中做，现在我也全部把它拉回来高雄这边来生产。我就是希望说，即便高雄的价格高一点，但是我们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在高雄，把我们产业留在高雄。再来，我们希望说，所有的做生意的朋友们维持最好的品质，我们把东西的品质跟价格得到一个正常合理的一个平衡，而不是说我们把它拉高价格，然后又像垦丁之前的效应这样子把这些观光客吓跑。所以我们希望说高雄维持住，我们要现在不能短视尽力，一定要努力的做到最好，让这一些观光客都愿意走得进来，产业走得进来，这样子高雄的发展才会长久。哎，我突然发现耶，你怎么胸前贴的不一样了？啊，之前是这个兔子跟着月亮走，我们跟着兔子走，现在变成跟着市长大干一场了啊！对，因为哦，大干一场，这个是我们市长喊出来的口号。他今天刚刚在里面的时候还讲着要大干一场啊。对，没错没错。所以哦，我们高雄人现在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一定要放手一搏，跟着市长一起拼，一起拼搏这一场，因为高雄我们已经干枯要顾啊，咱高雄已经干枯要顾啊，咱今麦就是爱喊。市场做伙同心，拼一赌，把一赌拼起来，把高雄反转过来。咱一定艰苦有够久啊，所以咱即摆爱趁这个机会，市场带头，啊，咱对咱后壁做伙冲，哦，伊带咱冲山头，啊，咱后壁嘛爱把送过去，对不对？好赞啊！看到要大干一场，经济要大干一场，但文山杯啊，来吧，文山杯，我相信你现在这时候还是在想着你的渔获，对不对？啊？大干一场，怎么样的做法呀？伊阁轮到我啊！哎、欸，头拄啊讲到一半，甲我接接过啊，害我讲也无详细。看这个说明，用来到三点，我看恁有哪袂走对不对啊？有申请无啊？嗯，哇，会使袂啊？会使啊？会使啦吼！哎、欸，咱的市民朋友啦，同意就会使啦，对不对啊？吼，哎呀，对啦吼。讲到渔获问题吼，头拄啊咧讲安尼吼，我阁大家甲各位补充一条较详细。头啊，听咱局长咧讲啊吼，其实韩国诶吼，伫政策上已经拢有下命令，啊，咱局长是一个行销高手吼，即个伫民间听讲非常诶优秀，嘛非常诶好，但是产业诶结果，我相信韩国非常诶清楚，伊过去伫北农做总经理诶时，伊就知搬上即块，互伊应该有诶利润就好啦吼，咱生活拢会得过得。会当赚的钱要上啊！嗯，予咱的生产者好唔好啊？对啊，加两个仔予因赚，然后因等于饲某、饲囝、饲家己，所有的家庭的开销拢从伫因得出水，嘛得爱拜托咱这消费者，唔通加咱的盘商计较一块加五角银。哎，咱来希望政府甲咱创造较好的经济，予咱赚较有钱，提当提出来消费。安尼才是对咱的国民的经济、市民的经济上界有帮助，你看安尼对不对啊？对、哦。啊，咱是不是期待韩总会带咱一条光明的大路吼？卖过去哦，得靠一心二心三多事为我负责的代志，卖讲讲遐，唔通见讲讲过去吼，遐的代志拢甲放我袂记住。咱未来爱看啥物？未来看你头前这个秃头的，头啊两界先来讲，讲无头毛，啊有头壳吼。伊规头壳拢总在想吼，想看要安怎改变，改变咱所有咱高雄市民的经济，想讲看要安怎把咱的农渔产品卖出去，想讲才卖出去了，咱的劳工朋友甚至会当有靠趁食。我拄仔打底讲过，你莫看迄三百鱼一尾222支翅，一个人工乌目送一点钟抽四尾，一点钟拄仔赚$600，才赚有钱，等于因翁赚的拄仔当做使徛，扛个村民豆豆仔用。那咱家家娶新妇，唔免按到自己去穷、嗯。你看这有幸福啊？无幸福。佮再来，才趁有钱了后，
三百鱼无可能跳过花，怎啊跳到火龟嘛？爱运输无？爱工人无？这是不是拢刺激经济做每一环？当然啦、啊。韩国的过去，你报人做商经理，伊知影盘商结果这个问题，伊嘛知影讲如何落实到消费者，让咱消费者会当买到上经济、甲上实惠、品质上好的啊菜肉的农产品。当然，这物件会运用伫个农渔业产品内底、嗯。所以未来，咱的农业局长责任嘛真重吼，咱甚至有哪甲咱的局长吼拍波啊，甲加油，甲鼓励一下。这大无轻啦，局长啊！这打真正无轻，我真正要一只郑重拜托你。啊，叫你倒真拼啊！不是，干那农民渔民会当去尔，农民渔民若去了，后壁面所有地的循环经济，包括咱的家庭、咱的百姓，拢总会当家庭丢得温饱，目睭落去也甜，目睭皮都灵，食会饱、睏会去，是咱基本的要求。还阁笑会出来啦！局长啊，一只爱拜托你，这打真正无轻，因为韩国啊，拜托你来。我相信有真重要的任务，你要来拜托你。啊，整个的工作结果的生态，我希望局长你会当分析，会当甲落实韩国的政策，让伊更加清楚，让伊执行起来更加轻松，负责爱阁行，农业产品爱阁推销，百倍代志，一个人伫家护病房倒二十担，雄雄拖出来要讲叫做一个正常人，我相信这相当的困难。爱拜托咱这各局首长，恁若尽全力，甲咱韩国做。做迄个强烈后盾，我知影局长你甚至要甲大家讲一个话，先互你讲一个好唔好啊？我感觉文山伯也讲得真好啊，啊所以大家做阵平安咧好唔好？行出咱未来的道路，看到天光，看到更好，好唔好？好。啊咧高雄的春天，咱就看会到，好啊唔好？好。我拼经济是上重要的吼，啊所以吼，要咱好农民渔民吼，会使暗时啊困的时阵会笑啦吼。啊啦，其他的人吼，人带起来吼，暗时啊无要困吼，高雄变作一个保险城吼。我想咱的经济会愈好，安尼好唔好？好。哦，啊，所以人业的，我想观光业会带动，观光业带动吼，所有的小食吼，嘛会带动啦吼。啊，所以吼，四界行，四界看，所有的物件拢总会带动起来。我想，吼，啊，咱基本上。人也业来吼，啊想要谈只投资，啊包括就是房屋税、土地税吼，拢会去，这拢是地方税，过来就包括就营业税，这嘛是，吼啊所以你公司也是咧高雄的话，包括咱的这个吼，整个的企业营业税吼，啊加所得税这部分吼，咱有法度扣较济，我想两下前后两届先一讲的安尼吼，安尼三七应吼。话改者安尼吼，可能就有希望啦吼。啊，我又搁讲唔对呀，又搁引一个，又搁规堆拢来啊，我又搁做唔对呀。三千应吼。啊，咱是三千亿，一档三十亿无唔对，一个月两亿五无唔对。森林拍过有时错，卡波打叉下人无，一日应该八百万，我拄啊讲八千万，这局长大家皮皮错吼，一日八百万啊，观众朋友，敬请一下嘿，一日开门利息八百万，唔是八千万啊，我即马爱食蛮牛啊吼。咱梁介先咧吼，做一个真好的示范啦。其实我头下都算过，我唔敢讲啦吼。啊，梁介先咧买酒，伊人他讲伊也真清楚。啊，这几工来吼，对咱局长三请坐一下啦。唔能够我人类啊，我搁人类，我得搁讲无伊啊。其实吼，讲实在话啦吼，大家今仔日啊有这个机会，咱当中爱感谢到咱中天电视台，也搁有咱韩国的韩市长，甲咱高雄这场的选举，坦白讲起来，找回咱高雄的公认感，找回咱高雄人的自信心，找回咱过去二十冬，过去阮高雄三十三冬所付出的一切，恁会当回想到这场选举以前到将时，那比较高雄市到今会当讲关门串户。含甲挂只蠓仔好神家照目屎都拢总无，卖阁讲要出来消费吼。啊，即到进账时，即当今还阁有看到即大群人，这毋是只尔，你看规大企业内底成个不亚啥，规个花安尼光平平。一旦看到讲整个的城市已经活起来，啊，咱整个的城市活起来了，咱家己免怎，家己爱栽一丛。较赢过别人，咱家己是毋是爱先勇敢，才会当互别人来听，安尼好唔好啊？我咧讲个意思，恁敢咧话好，恁敢听有？真好。真好，咱高雄人的本分，包括咱遐拼庶民、摊食的经济，咱这摊商啊，你的品质咧够好哦，听到未啊？啊，咱高雄人是不是爱更加勇敢的，更加甲韩国伊消停好无？未来这条路是不是愈行愈宽、愈升啊愈悬，对不对？嘛，记住咱梁介先哦，唔通讲咱当初今仔日上前门啊，在伫咧讲选举哦，唔是安尼吼，廉价得志。
哦，德爱配位，今日个就是有一挂代志，无法度通去满足到咱百姓的想法，无法度通去满足到咱百姓的思想，所以咱今日个借这个机会来把这个高雄变倒转来，高雄变倒来了，最近都拄啊开始尔嘞，高雄变倒来了，唔是甲变了就煞去嘞，咱来变五好，咱来变起来变五成个三百，咱来个变过变熟了。煎起来、炸起来，啊，佫真好食，安尼才有够气味。后壁才会当继续维持，讲有够久啊！直接甲大家说一个多谢。下个一路恁有答应的吼，即全国联播的现场的，有讲就爱有做。啊，头仔也是迄句话，君子抱桥而死，不可失信而归。有讲就爱有做，啊有做就有机会，啊若无做，就免联络，唔免敲电话啊哈。谢谢啊。哦，文山北讲的可多了，不过文山北讲到的也都是在地的这些居民大家心里的话，但。吴局长还是要请你来讲一下，现在这时候文山北希望的就是农产品全部都能够顺利交得出去，可是看到现在这个高雄市，你从嘉义来到了高雄，同样都是农业的大县市，可是现在这时候你要把这些东西销出去，很重要一点，有时候跟中央也有关联性啊，中央如果不完全的这样子协助帮忙的话，你可以直接由高雄把东西推展出去吗？如果说中央穿小鞋的话，岂不是想推也不容易推得动了？我想国内市场吼，总是就是吼啊，咱的这个有限啦吼。啊，所以基本上咱啊大丰收的时阵哦，价钱可能无遐尼啊好。啊，这时阵咱要出口，其实咱基本上要有几个条件啦吼。比方中央伊爱好咱这个出口证。哦，啊，地方基本上，咱可能还有一丝仔生产履历，啊，咱摕着出口证了，有订单，咱到我都报出去，啊，所以如果啦，中央无要发予咱，咱会拄到相关的问题，对哦，吼，啊，这就变作就是吼，爱向中央吼好好啊讲一下嘿，啊，无变作就是货要出去，就变作会有问题，啊，人民就赚袂到钱啦吼，对，我想，但是就是。我想，政府其实应该是爱以人民的这个经济吼，的经济来做思考啦，吼。啊，所以有情吼。但是13个月后要总统大选啦，啊，民进党的蔡总统还是要连任呐。那这时候如果帮了高雄，那岂不是到时候蔡总统想连任都可能不行啦？我想高雄嘛，唔是啊，帮忙高雄俩，咱全国的部分嘛是拢咧帮忙啦，吼。啊，所以基本上，高雄的货会使出去，其他的所在嘛是会使出去。哦，啊无基本上，哦，你也甲冻一个高雄，其实嘛是会冻到其他的所在啦，嘿。啊，所以你包括今年所有的物件啊，拢白痴，啊，唔是甲高雄的物件白痴尔。哦，主要啊，你其实是中南部的物件都白痴。是。啊，所以你也迄无多销出去，其实你伤害到嘛是家己台湾家己啊。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中央都会全力的帮助高雄咯？我觉得啦，吼。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哦，让他愿意来帮助高雄。实际上，帮助高雄就是帮助台湾，啊，嘛帮助其他的管区，因为这问题不是一家高雄的问题呢，其实是全台湾的问题，拢是如此。哎，因为咱像文山伯也都有讲到，你产业的结构是安尼，啊，你天气好的时阵，一年佫无风无雨，哦，啊，无啥物大地震，啊，无风台，哦，啊，也无大雨来。啊，所以所有的物件拢啊，搁天气搁烧热，哦，啊，所以所有的物件拢丰收，啊，丰收落咱家己消耗袂去，你就白痴啊，啊，白痴唔是咱只白痴尔，其实你所有物件咱对吼，今朝往来，哦，火龙果，啊，你包括吼葡萄柚，啊，搁来就是柳丁柑啊，哦，这物件其实拢总生产量非常量非常大，但是你消耗袂去的时阵，问题就出现，因为吼供销是失衡。啊，所以基本上，咱救家咧救高雄，其实嘛是咧救其他的县市，因为其他县市嘛有这個问题，伊嘛希望会使台南、屏东，对，嘿，阮，你包括阮林嘉义，哦，拢总是同款，你包括就是南投，哦，拢是同款，哦，甚至就是今年的文旦嘛无好啊，哦，啊，就是你华联伊嘛影响到啊，吼，啊，所以不管啥物人咧执政，其实拢会拄到这個问题，哦，啊，因为农民是靠天食饭，哦，啊，所以台湾无法度消耗到遐济，无法度食遐济物件。哦，啊，咱有时爱想办法甲销出去，啊，所以这部分是爱大家人共同来拍拼，应该无来分中央甲地方啦。哦，吴局长，加油啦！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哎，但现在这时候我要找强强棍，强强棍啊！啊，你刚刚跑到哪去了？啊，韩总哈，在楼上，找他聊天。你找韩总聊天？对呀，韩市长了啦。对，韩市长聊什么？聊什么？聊说高雄一定要发展，高雄一定要发展，高雄一定要好，高雄一定要认真，高雄一定要打拼，因为全高雄的人拢听你，包括全台湾的人拢听你，所以讲一定要，文山阿讲的，宁缺毋滥，
苦民所苦，市长讲好 ，OK， 嗯，所以，啊，可看来今天的这个高雄，可是哎，佑正，你现在赶回来了，我赶回来了哈，嗯，我刚刚去试吃水果，不过等一下哈，我们要带其他的这个。这个我们的来宾哈，一起到里面去吃吃水果。我今天已经吃了两轮了，嗯，哪个好吃哈，我都知道。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你们就不用呢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不过刚刚哈有一个重点啦，高雄要好哈，有一个人很重要，蔡总统很重要。哦，那蔡总统就重要，对不？中央要帮忙嘛，中央如果不给钱，韩国瑜再会省钱嘛，不好，对不？对嘛，哈。过去哈有没有给高雄钱？有哦。有。盖新轨有没有给钱？有、啊。有，给2000多亿，怎么会没有？再来哈，大家知不知道高雄有一个爱河去污船？你们知道吗？知道。不知道吗？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乱讲。这个去污船哈，在爱河上面捞垃圾，听说上千万盖好的船，只捞了三个宝特瓶，只捞了三个宝特瓶啦。这些钱是不是浪费钱？是，但是这些钱高雄未来需不需要？需要，对不对？来，刘盖生，不要忙着签名了哈。哦，你就是讲我无敌的时阵，你上缘投，弟弟签，弟弟签嘛呢？所以哈、哦，中央还是要给钱啦，对不对？你对我讲那只哦，那叫做工作船啦哈。哦，工作船啦、啊。工作船呢，因为伊是考量到爱河的深，加水外深哦，所以呢，这运河。高雄的这个爱河呢，伊个食水外清，所以特色有较贵，啊较贵呢，但是无发挥功能，所以包括可能反正即卖嘛已经失灵维修嘛拢无做啊吼。上千万呢、欸。对，啊所以这个钱哦、喔，不但来补助，拄只你讲咧讲，啊蔡总统伊要选总统呢。对啊。啊所以选总统，伊若帮助高雄，高雄若挖起来，那伊都要拍算。蔡总统就落选啦。伊帮助高雄。高雄挖起来，伊会更加好选，对不對？而且高雄即马若要处理，拄只局长咧烦恼，讲即个人情的部分，包括出口的部分，中央若敢刁难，安尼伊包死的，对不對？上敢刁难，伊愈刁难，伊无帮助高雄，伊愈歹选，所以一定要帮助高雄。咱的人情，但是咱即马农民真清楚，嘛真厉害，即马拢会晓做履历。就是讲，哎、欸，你会记得两担半前，人咧买往来的时阵，屏东去验到农药超标，有无？有。所以规个台湾啊，死啦！这做往来，大家拢卡不离啊，倒啊，没有。人大陆做理性哦，哎、今仔伫台湾拢总有21场咧出往来，验到这场，这家货柜验到农药超标，是屏东这场，伊就屏东这场的往来，这个一货场袂使阁出，剩的继续出。哎、欸，为什么？就是因为咱的农民有做履历，伊有做一个票啊呢，家己迄个往来顶头，知影讲即阵往来也是药证因斗阵的，伊农药敢用过头，用着不该用的农药哦，所以呢，伊的往来咱无甲买，但是其他善良的农民，咱继续买。人安尼，你刚刚家里的可以买就对了啦。啊，因兜的，袂当买。啊，恁兜的叫做金钻的。台湾17的吼，这是咱台湾上好食的。啊，因这呢，伫闽阳打鸟有这种的是牛年的，吼、哦，伊这牛年的较慢收。哦，你著知影这往来咩咩格格足济啦。所以中央呢，不该啊，应该我想啦吼，蔡总统伊袂刁难这农民啦。如果若刁难咱农渔民的生路，迄就是甲天照打。伊唔敢做这个代，我相信伊也袂安尼做。啊，今年的往来就是整个都跌得一塌糊涂、啊。我今年足惨，啊，我甲你讲，每年的三两比今年更加多。所以我1月3号啊，要带农民高雄的果农、凤梨农到大陆去抢一些订单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告诉大家。现在的时间已经到了晚上的11:39了。不过，刚刚韩国瑜在这里面跟佑正的这个访问当中，究竟讲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访问到韩市长哦，刚刚呢，这个立刚哥哦也说了这个问题哈、哦，相关的问题大概就是说，我们市长现在选上之后，其实不只救高雄，我们要救台湾，救台湾。
先从南台湾救起，所以市长觉得说，哎，屏东、台南就算不是我们自己这个同党的执政县市，也可以好好来合作一下。还有现在像是屏东，垦丁很惨呐，观光客又掉了，所以市长未来真的有可能在台南、屏东、高雄，我们三县联心来好好的救经济，哪一党都没有关系。其实我是受到高雄市民选票的托付，我第一个在肩膀上的责任就是要提振高雄的经济。那高雄蛋白地区东西卖出去，蛋黄地区人进来，会有一个状况发生。当高雄种凤梨的农民笑哈哈，台南屏东的苦哈哈，当高雄种芭乐的笑口逐开，然后台南屏东种芭乐的愁眉苦脸卖不出去，请问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农产品不分蓝绿，农民朋友也不分蓝绿，反而是彼此的县市长开始区分蓝绿，这个对农民跟农产品是不公平的。所以如果我们高雄市各方面在货出去的时候很顺利，我们一定会陷入天人交战。这个天人交战是什么呢？看到其他地区农民渔民在受苦，赚不到钱，我们应该不应该帮他们一把？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屏东的潘县长，还有台南的黄市长，在农渔这一块外销的时候啊，大家应该有可能合作，尽量合作。第二，当我们要把东西卖出去的时候，不要在卖东西前提之下拿个牙签放在手上，看到人家就往人家屁股戳一下，这不是很无聊吗？从古就讲过一句话叫和气生财，我们现在把东西卖人家，然后平民还要讲一些话，让人家过不了那条线，便宜还卖乖，对，这种事不能干，绝对不能干，因为你这样子逞一时口舌，或者表达一时政治上一些鲜明的立场，造成农产品、渔产品卖不出去，然后再把这个卖不出去的罪推给对岸，这是不对的。你不要讲就好了嘛。讲一句不客气话，当东西能够顺利卖出去的时候，人家下订单的时候，你又想要赚钱，又要吃人家的豆腐，还要表达自己的鲜明的色彩，那不是无聊吗？心中高墙没有推倒啊，对，对不对？心中不要有围墙，和气生财。当高雄开始启动这班快车，大量东西卖出去的时候，台南、屏东大家一起搭的这班车，平心而论，从照顾农民、渔民的眼光，我是乐观其成，我们很愿意帮忙。但是各位县市长就不要再讲风凉话了，我们静悄悄的叫闷声发大财，而且卖农产品、渔产品也发不了大财，不客气的说，只是图一个温饱，照顾家庭、照顾孩子而已。我们静悄悄帮农民、渔民做事情，嘴巴不要再讲那些，这是我诚恳的建议。是，所以市长我讲一句嘛，我们请问这个潘县长，请问黄市长，如果今天我韩国瑜带领的高雄，我的农产品卖得出去，渔产品、畜产品出得去，你们的出不去，那你们要怎么办？当然，刚市长回答，你看这说都市长很大度，一直都是如此。可是会有一些这个支持者觉得说，这两个选前都在酸你，选后又在念你，又在骂你，结果要卖农产品的时候就想到你。要怎么样请我们的这个支持者也解开一下心结，大家不要计较那么多。不会啦，我觉得远亲不如近邻啊，台南屏东都是我们的高雄的厝边了，他们感受最强的过来就是嘉义啦，这些南台湾农产品、云产品，真的我们可以携手合作把它外销，而且所有的中间商全部砍掉一个不留，直接让农渔民受到好处，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高雄市政府那么叫清楚诶，最难，程咬金三斧头，前面劈三斧头很困难，我们帮你劈这三斧头，接了单以后就交给这些渔会、农会以及生产者，中间任何人想在这里面戴帽子啊、吹后康诶，对不起，都不答应，否则我们农民渔民收入减少，消费者太贵，这是不好的。我们希望嘉义、台南、屏东，我们有机会大家联手。抓对不稳的，我们是心胸很开放的。那各位民众，请你也要支持我们高雄市政府这个决定。大家都是同胞，农民、渔民都是我们的，不要再分这些，能够帮他们过好生活，赚多一点的钱，我们应该做的。是。
但不要分你我，不要分蓝绿哈。当然要做到很多的事情，比方说农渔产品卖出去哈，很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中国大陆这边的，也不要说帮忙啦，大家互利互存啦哈。那最近哈讲到两岸的议题，有个人很红啦，但就是我们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哈，之前也邀请这个市长要去参加双城论坛，但是当时因为还没就职嘛，所以可能也不太方便。那最近呢，柯文哲在双城论坛上面的表现，被很多民众觉得说，哎呦，表现得不错，超过七成的人觉得说这一次看起来是蛮有收获的，有超过八成的人觉得说两岸应该持续继续交流，未来。双城论坛不会在台湾政坛的这个两岸市场专美于前，因为市长在选前就曾经说，我们不止双城，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三城、四城、五城来进行城市交流？就多层次的交流都不排除，重点交流完毕之后，到底希望实质获得什么？第二，柯P这一次双城论坛很成功，这其实执政党、民进党，包括在野的国民党都要警惕的。明年开始。台湾最重要政治上的主流王道思想是什么？就是人民要过好日子，这是最重要的思想。交流之后，这个实体是什么？实体是什么？然后柯P之后，为什么民调会70%？将近80%都希望两岸健康的来往。透你的数字啊，你的民调。所以人民要过好日子是最重要的王道的思想。过好日子，我相信2020年的总统大选，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你很明确的提出来，如何让2300万人过好日子，这是王道思想。再恢复到过去那一些过度的意识形态的碰撞、政党的对抗，我觉得都不聪明，也会被淘汰。我们就拭目以待，好不好？这个除了两岸的发展了哈，就是我们自己城市本身，我们要建构自己很强的软实力嘛哈。最近好像有幕僚哈说建议这个我们市长哈要少说多做，对，好，但是市长有告诉他说，因为他急呀、啊。好，既然急，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问。我们说哈，这个刚选上还没就职，我们找困难；就职之后要解决困难，包含了赛马场，包含了爱情摩天轮、迪士尼。市长，您有谱了吗？还是说您心中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觉得达到怎样的标准，这些事情不会是天马行空，而且是一定可以做的。我们不会是只设第一件，大家都说第一件是什么？错，我们一开始就好多件在设。同时，对，我们明年开始，高雄就要正式推动中英文双语教育。这就是第一件。第二，2月份过完农历年开始，我们农产品就要外销出去了，已经开始准备签合作备忘录。第一个是新加坡，再来是马来西亚，接下来是中国大陆的南部，这也是一支箭。第三，明年开始高雄要办全台湾最棒的夏令营跟冬令营。第四，明年开始高雄观光医疗透过医院跟医生还有旅行社结合，我们正式推出来医疗观光的产品，这也是一支箭。所以这些箭同时在射。所以你不是三箭齐发，不是乱箭齐发。不是乱箭，是有头脑，很多箭，有目标，有人员，也有计划要射。绝对不是说只射一支箭，同时开始就好多事情要做了，而且这只是讲到一部分而已，同时还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我相信。台湾人民以及高雄市民不会给我蜜月期，真的完全没有蜜月期。以前传统老政治人物有3个月蜜月期，有1年的蜜月期。我认为今天高雄市民期待我很高，我自认为没有蜜月期，所以我一定要赶快做出成绩，这是我对高雄市民呢最神圣的承诺，而且是我应该做的。是，好吧。对，当然没有蜜月期啦，可是哈，我们现在还是。有人在酸啦齁，说这几天像我们从昨天开始齁，这个爱河文夜市，我想我也泡在里面泡一整天，东西真好吃，人真多，今天一样。可是这个就职大典有人就酸哦，说哎呦怎么好像这个讲不好听，好像皇帝登基一样。那我是不觉得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人进去货人卖出去货卖出去人进来的效应的标准展现嘛。市长怎么回应这样子的说法？我们初步估计这次行销高雄、推销爱河以及这些饭店、欧米亚给餐厅、小摊贩等等，你现在晚上9点看路上的车流人流都在增多。这次有相当大的一个商业效果。吃烧饼一定要掉芝麻，对，钓鱼一定要放饵。我们在行销高雄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但是市政府有编90几万的预算，全都嗨了。
起来了，要发大财，要让高雄人赚大钱。强强棍大哥啊，哎，你今天要发饮料发了一天的时间啦、啊。今天吼，哎，少年人吼来咱高雄，啊，你发这个饮料，啊，这个韩流吼，哎，这个韩流真的有强呢。嗯，今天哦，一群年轻人呐、啊，哈、哦，来这里发这种饮料，发一千瓶的，一千杯。他们自己付钱的，对，自己付钱。老板等于自己那个开几年。年轻人创业、啊、自己拿这个来花一千杯。嗯，你看这个高雄哦，都热。可是今天就非常怀疑啊，刚好又是这个耶诞节啊。是啊，所以他们因安尼都花几千关啦、啊，哎，安几千杯啦、啊。哎，这种少年啊创业的，所以咱真感谢吼、哦，全国吼、哦，这些人民啊，咱高雄人一个情，所以咱少年人嘛个情呢，请一张杯来，对哦，哟，感谢恁啦哈。可是看到高雄，你可以注意到，现在这个时候要发大财，大家要准备拼经济了。所以嘛，我常常在讲嘛，咱高雄人吼、哦，爱有骨气，咱高雄人爱有骨气，我常常在呼吁讲，咱北漂家的好朋友。吼、哦，北漂仔，你若感觉讲一月日无差一两千块，咱高雄有机会，咱等下高雄拼，咱大家来拼。高雄是一个足温暖的所在啦，吼、哦。啊，韩市长当选，啊，希望咱北漂的人，啊，你若讲差几啊万，你都唔敢讲啦，吼、哦。一月日，你讲一月日差一千两千个，等下咱高雄拼，吼、哦，等下咱高雄拼，有机会啦，绝对有机会，吼、哦。可是，在今天晚上，你可以看到这果菜市场已经到了晚上将近十二点的时候，还是许许多多人，这边就简直比夜市还要热闹啊！所以我讲过嘛，韩市长的动算吼，你看人民那个情无退，所以有韩市长在啊，大家愿意拢跟韩市长徛做伙，因为韩市长在内底咧困，啊，咱这选民就伫外口陪韩市长，这就是高雄人的个情。哎，但你刚刚还进去跟韩市长聊天呢、啊？对，我进去跟他聊天，看他在干什么啊？原来他在。刚要睡，在吃水果啊、哦，在吃水果。对对对，吃水果。所以要困得进前，有吃水果啦哈，啊有吃茶哈，啊恁报告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告诉大家。就是你期待的，就是要发大财啊。对，我们呢、啊、一定要在耶诞游爱河歌咏熊盖贺，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一次的就职典礼把它包装的像一个就职嘉年华，然后带动了好多的商机。所以我听说最近哦，好像是不是中北部天气不太好？哎，对，对，会欢迎大家能够到高雄来消费观光，带动高雄的这些景气。那我们高雄人也会用最热情、最热情，然后来欢迎各位好朋友。更重要是，好多人都说啊，这次的就职嘉年华，他们觉得真的太棒了，所以啊，还建议我说，梅雅议员，你可不可以跟那个韩市长讲说，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固定在耶诞节前后，我们都还是要再办一次像这样的耶诞嘉年华，你们喜不喜欢？好，没想到居然要这样子办哦，那很棒啊，让大家每天都在这个欢乐当中，但重点还是要发大财才行啊。而且其实你看啊、哦，立刚哥，你看到我们高雄很多的很棒的一些的建筑，比如说我们的流行音乐、中心，还有我们的那个一些展览馆，有些从空拍机上面都看到了，对，漂亮很漂亮，那些其实都是中央补助，然后高雄这边来做。所以我们说，现在韩市长呢，他当了市长以后，我们希望现在的民进党执政的中央也不可以给高雄穿小鞋，该有的建设一样要给。我们希望说要拼台湾的经济，我们不分蓝绿，大家挽起袖子一起为高雄来打拼。那在这边呢，我们一定要用最棒最棒热情，好好的打造高雄，好不好？看到没？台湾拼经济，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刚刚龙卷风，我们在外面，许许多多的民众在外场，但现在这时候到了果菜市场里面，看到没有？前面的蔬果都开始进来了，因为就从三个小时之后，韩市长将从楼上下来这里，看着所有的蔬果的拍卖。但总干事阿坤啊，现在这时候看到许多的蔬果开始进来，大家怀疑哦。对啊，我们现在十一点多以后啊，整个是慢慢的进攻起来，一直要进来，尤其是大货车从东部进来的货车，慢慢陆陆续续就要进来了。所以呢，我们这边来说，刚好我们今天新市场就业呢，我们也希望说，外面的消费者如果增加的话，对我们批发市场相对的货量呢，会相对会增加，会增加出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商机，这样。是啊，但市长今晚就不用睡了吧？差不多了。哎，但那个佑正，你今天可是这边已经全部都走透透了，来带我们走一。
一走吧。来来来，来吧，交给手上抱一只金猪哈，代表我们这个预祝高雄在2019年金猪年哈，那个好彩头，大家都是小猪一样发大财。哎，我抱一下，哎，你抱一下。哎，这个猪仔跟我的儿子一样哈，就小心一点，小心抱。立刚哥哈，真的，憨阿来，他知道我下午走过一遍了，所以我今天哈。在我们现场节目哦，带大家哦，现在来吃水果，要先从什么开始吃呢？来，立刚哥，来议员，哎呦，麦必掉，不要啦，来来来，哎呀，这下佛力魔，新竹的佛力魔，佛地魔，佛力魔，哦，不是佛地魔，不能说出名字的那个人，对，这是新竹那边的，大家试试看。我们初来乍到，要先来品尝一下。才能够好好来推销一下我们高雄的在地好吃的农产品。来，我们先帮局长拿一块。哦，局长，来来来来来，企划买，来来来，比进口来来来来，来立刚哥来来，我今天下午吃很多，立刚哥先来来，吴太兄，来来来来，哦，来来来，吴太兄，吴太兄，来来来来，谢谢谢谢，刚讲刚讲刚讲。我们要先拍看美女吃，我会害羞。看到美女这时候，哇，不会想睡觉。哎，我看美女在旁边，哇，来来，没有议员，赶快告诉我们味道怎么样？哦，这个果汁太多了，对不对？太多汁。啊，我喝加宝。哦，好甜哦，而且那个香气啊，真的是有那个香，酸酸甜甜又多汁，好像恋爱的滋味。就像我看到你的感觉一样，人家试一下。这果子吼，是唯一的特色啊吼，酸中带甜，甜中带旁味，哎呦，实在是妙不可言呢。哦，你这不是恋爱，这是初恋，初恋的滋味。立刚哥，来，你刚刚吃，我已经吃了，啊，好吃，甜啊，比糖还要甜，比糖还要甜吗？对呀，又香又好吃，对，差不多三十度左右了。嗯，要喷汁了，对不对？快喷出来了，对不对？赞哦！三十度左右，差不多。哇，总干事这么厉害，马上知道这甜度多少。哇，都这么甜，对啊，好吃啊！我刚刚我下午吃哈密瓜，吃什么香瓜，想说已经够甜了，就这个更甜啊！更甜啊！哎，这比这个下午那个22度嘛，香瓜差不多，总干事30度啊，对啊，差不多将近30度。哎，这么好的农产品，被他处理。当然是用好介绍甲卖出去啊！遮尼啊，酒是甘甜嘿，比着看到甲己玩了，你对有恋爱的感觉同款嘿。所以咱看到这，咱嘛是对有恋爱的感觉嘿。真的哈，有看到水果有恋爱的感觉，我们就要好好照顾它，好好把它送到别人手上。哎，这蛮怪，这蛮怪怪的。因为这东西用感情栽培的，你知无？哦，所以特别好吃哈。咱用土地吼，阿哥用时间甲谈恋爱甲种出来。哇，局长你说好恭维，好赞赞。好，来，我们吃完柳丁，接下来要吃什么？来，你们什么讲啊？看到大行拢好食啦，我你经济行，我个人选择难以下决定。好，那我们立刚哥来决定，立刚哥想吃什么？那你的动线怎么走法？告诉我们你怎么走？没有没有，你想吃什么？我带你去。好，我这里很熟啦，假照卡赶快嘿。更不如卡哦，比这。哎，有水果！哇，你这天水心，你蛮好食，好好嘞！开过车啊，结婚车啊，吼，开过车硬找出来，比鹏哥差不多变大了，你甲看麦。这个好大一颗哦！老板娘，台湾蜻蜓大姐，哎，季雅来。对。我们想要吃这个，嘿，这可以直接打开吗？可以，可以，可以。哇，这个直接打开，很佳的丢啊！哇，来，我来，一人一颗，来，一人，来，我们龙界一人一颗，立刚哥。哎，立刚哥，要尝一颗，谢谢。一元一元，嫁人哦，烤过了。啊，这是他抽烟，这是初期而已，初期的枣子而已。这初期的枣子而已，这好像更大了，好像一颗，好像一颗绿色的大鸡蛋，你有没有觉得？你看，哎，这个还算中等而已哦。以前的枣子大概这个的1/3吧。对，啊，现在这是什么品种？怎么那么大一颗？他讲是泰国枣子，新品种，今年刚出来泰国枣子，泰国蔗啊。泰国车啊，嘿！这有那灌牛奶的呢。牛奶车啊，哦，这牛奶的啦，这用牛奶做肥料的啦，没啦。牛奶早就对了。好啦，大家拿着，不要客气嘛，来来来，擦一擦就可以吃了。不用擦就可以吃了，你看。哎啦，这也真好。添加个健康啊！我喜爱了啦，这有保罗啊，你免烦恼，有力量。这是小苹果吧？嗯，对，甜度也甜。哇，对，哎，你要知道一件事哦，我们刚刚吃的那个30度的
有那个对佛地魔，佛地魔哈。现在在吃这个哦，你不会觉得不甜，你就知道它有多甜。你刚刚我吃很甜的，再吃第二个会觉得不甜，但完全没有。有没有甜，局长？非常甜，超级甜，对不对？对。哦，来，玉哥。甜，因为通常来说，你吃的甜的东西的时候，再吃比较没有那么甜的话，你不会觉得它甜。真的，这个吃起来一样的甜，所以我觉得甜度基本上来说应该也有30度吧。哇，这个几度？这个很不止哦。这个没那么高了，没那么高，没那么高，没那么高，差不多16、17那边了。可能是那个没那么高，甜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刚刚我们刚刚有吃活力干的关系，然后它就吃的感觉我们就比较甜一点。对，两个甜，它的吃法不一样。不过局长，这个我觉得未来可以考虑外销到日本，因为我记得以前有日本朋友来啊，他们一吃到这个枣子说，哇，怎么那么好吃，而且没有看过这个枣子。对，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打开一下日本的市场。对啊，现在有外销日本了吗？有，这个有啊。有啊，都台交班嘛，台交班还是有。它的保存期间不能太长。来，它保存期间长。来哪点啊？吃完枣子哈。草莓。哎呦，你刚刚破我的梗。好，我想盖也追够就是草莓。来，第二哥来。草莓啊。也是一样，开过枣子。第二哥爱吃草莓吗？草莓爱吃。好，那第二哥喜欢种草莓吗？那只有你会种，不会种草莓的。哎，我们高雄本地到底有没有草莓啊？没有，没有吗？没有，但是在那个陈清武那边，有在试种。哦，有在试种啊？在试种有还是有？它效果怎么样？产量不多。我们太热了。对，我们南部比较热。中部以北才有。对，我们这边有一个韩国草莓哦。草莓你都爱离家温差大，啊，而且伊个日照吼最好半日，所以起来吼草莓色水较水，迄个温差大吼，伊结果的时阵吼，较巴适，所以调也好。你讲完了，这个等于是先天的条件，没关系。可是我看到这个有很漂亮的草莓啊。对，立刚哥不会种草莓，我带立刚哥吃草莓。哇！哇，这苗栗大湖过来了，就是你去采草莓有没有？哇，你看这草莓有多美！苗栗大湖过来了，这嘛在大湖的啦，哇，好香哦！这嘛陶醉耶，哦，漂亮！对啊，他，嘛，你这草莓当收到四五水的，一年也当收四五水，所以收这么多，会当采收，差不多四五水，所以这也感觉吃了吃。然后吃枣子，然后来吃草莓，看看味道怎么样，口味有没有不一样，甜度有没有一样，感觉不一样，试看看。来，佑正，老板来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苗栗大湖的草莓，它有分两种品种，这种叫做枫香，它甜度会高一点，可是寿命不长。哦，对，寿命不长，什么叫寿命不长？它比较没有那么耐放。哦，对，它也比较熟，所以它甜度比较高。哦，那另外一种品种就是像我们这种叫香水的品种。它比较硬，也比较它的芯比较硬，咬起来会有那个口感也比较硬，对，可是它甜度可能没有枫香的那么高一点，对，比较软了，对，比较软一点，但它的优点就是外表很漂亮。对，差别是差在这样而已。哇，老板你好厉害，我怎么看都看起来一样都是草莓啊。我们跟我们的一样，看起来都差不多。这给两个这甜点用诶，大概就这种诶，第一爱加椰色水，起来展现出来哦，起来迄视觉较会水，是，这魂无同款。哦，原来是这样子才。哎，梁凯生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我有咧帮农民啊，所以拢会甲我讲伊的特质伫倒，咱可以当替伊推销。来，我们吃个草莓来，吃个草莓来，来，大哥过来，来，局长来，局长姐姐来，来，绿刚兄来，哪行的哦？要加，我要加炼乳，要加炼乳，跟那个，加炼乳又不一样了。哇塞啊，阿嘎旁边原味已经不错了，道地的传统还是要加炼乳。来，要我来倒上去好不好？对，要加炼乳。刚刚大力一点哦，哎，干嘛油一点？干嘛？哎，这个没东西啦，哎，怎么用低的？有啦，先我点一下啦，没啦，这没点啊，哦，有，来，有，还好啊，没来，镜头咧看你手举较悬呢，你他妈插插滴。你很针对我哦，他两个都帅哥啊，来，好心探底哎，可以来，一元，来，哇，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哇，好大一颗哦，
在想谁啊？想我今天做透甜。对啊，看起来好可口哦。你知道你现在吃这个哈？你现在吃草莓，不要讲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知道网络上有多少人看你吃草莓吗？有16000人看你吃草莓。哎。直播一点，十二点了耶，十二点多了，现在还在看我们的直播，哇，了不起！这个冰岛，表示我们你要赶快吃寒冰，味道一下。寒冰啊，爱心寒冰还好，这个还是现成的，都从来没有，还没分一半了，哎，一样。好特别，看起来好可口哦，大家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十全果菜市场，就可以看到很多便宜又新鲜的这些水果，对不对？对。为了要把那个观看人数冲到18000，来，来哦，来哦。好来哦，哎，你吐什么舌头？好，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刘干事啊，大概第一次有男生这样喂你吃草莓吧？不要，我操了，你觉得？哦，我讲一听啊，因为像这只草莓啊，真够这大吼，真侪人惊讲有蓝葫芦棒。而且它有生长激素哦，啊快速啊，有一种是退酸剂啊，但草莓那个价是要爱有生，嗯，吼，啊所以你也看了草莓，然后喉咙望的黑吼，对啊，对啊，这内底的空心嘛，啊这无拢在北的，所以咱这个草莓哦，你来咱这个割菜市场哦，这你看这拢安全的，这无染生长激素的，哦啊农药无超标的，安全的。我是唔知来，唔敢甲你讲伊有机的啦。但是咱即卖农药只农民哦，足够家己的品质。嗯。所以来到这买，你看卖啊，吼，只大粒啊，佫无葫芦棒。是。觉得正讲一等品啦，一等品啦。嗯，看到这一等品啊，不过看着现在这个时候的果菜市场，所有的蔬果都开始进来了。到了凌晨3点，韩国鱼市场它要下来了，到时候这里又会是什么番场景呢？休息一下，来告诉你。好好吃哦。